到京都的第一站是福建道河。对啊，还有，跟他们走吧。中午哦，要看一下呢，看要吃拉面还是。道河的顺水处吧，每个人都要喝一点，然后洗个脸。比武力大些，八点半之后超多人的，现在快九点了，九点半了，快九点，九点半，对，超级多人，而且今天好像有学生来毕业旅行，是不是？看到一堆学生，毕业旅行不会去吗？你说日本人，人家都排新的行程啊，太拜拜了。上面很大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那个神切是什么？哎，可以摇。可以摇。他们自己画的狐狸，然后是祈愿板、祈愿板之类的吗？对对。
舒服的耶。逛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往下一个地方清水寺过去了。稻荷神社其实就是很多狐狸，然后很多鸟想要去爬山爬一爬。我们要离开了，还好今天超凉，超级凉，运气不错，太阳虽然大但是很凉。走，我有这样子烧耶，知道我现在吃都软软的啊，不知道这边的是不是硬的。前面就是了，前面就是了，耶、自己骄傲吗？今天有没有走得很不要不要的？还没哦，下午还有一趟哦。我要坐计程车，不然我不走。不走是不是？那从你的朋友跟我啊，前面坐电车。敬意，看你没有，看你只是想要玩水而已哦。
凉凉的。现在要往舞台上去看一下，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价值不太一样。哦，对，屁股是400-200。出来那一小块，对，但他因为他其实在整修，不然他其实还蛮明显的。不然在那边表演吗？对啊，蛮可惜的，在整修。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边，哇，经过试过去，希望有车子可以坐顺利。哦，腿快断掉了，走了第四天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等下往下走，准备去搭公车到经过市。什么东西啊？胡瓜，小黄瓜。现在我们在往金阁寺的路上，然后我们刚坐了公车已经换一次了，现在准备要换第二次，然后大概要半小时的时间。公车内，第一次在日本坐公车，哦，还有中文呢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什么地方都有中文。没关系，可以睡半小时，那就赶快睡。开始休息一下，半小时吧。车票好像都是一段都是230，小孩子是120。其实如果在京都这边可以买一日券的话是500块而已，比较便宜。但是忘记了，所以只能刷悠游卡。下一站是二条城前。次、止まります。扉が開くまで、その場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昭和30年に再建された金閣は、昭和62年に金箔の張り替えが行われ。The next stop is King Kakuji Michi. The World Heritage
Constructed by Shogun Yoshimitsu Ashikaga. Its shining pavilion was recovered with 20 kilograms of brilliant gold in 1987. 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走走走。走，我这边走吧。这边我这边来过。自己刚睡得舒服吗？还不错哈，可以走了哈。从这里过去要多久？八分钟。我来过哎，之前大家有点印象。很久以前来这边出差的时候，到我来这边请客吃拍照。你要再买个冰来吃好了，这个冰还蛮有名的。坐了好久的巴士，我们终于到金阁寺了耶！ Yeah, 等一下可以进去看，为我们第四天的京都行画像一个完美的句点。
M 吧。我是 M。边啊，有90公尺远。来这边，这边到了。哎，我是超多的。